挑完之后直接就往袋里装就行，你别摁，摁完之后你往那一扔就那什么了。这玩意现在贵，没大批量到呢，大批量到我估计得5月20号左右吧就便宜了，来的也贵。这时候你这还没走呢啊，还没走呢，之前买过草莓你忘了吗？我都记得你。别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哈尔滨好是不是？不好。咋不好呢？一点都不好。不好你还在这儿？没办法，在这里有事情做就要在这里啊。你回来。好。一点都不好。24.5块一斤吗？这有秤，0.49公斤秤。说完还不要了，荔枝好吃，荔枝味儿，草莓味儿呢。捏过半天不要了，30.04元。哈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水果啊，不对，准确的说应该是高端水果，拖鞋一起摆摊儿，有这么干的吗？咱那小拖鞋摊儿啊，三足架子，这边水果摊儿，这大樱桃，哎呦我去，真带劲！荔枝、草莓、哈巴干、蓝莓，够不够用就完事儿了，场面挺够用。不卖过呀，拖鞋就卖一个，然后草莓卖100来块钱，蓝莓、樱桃都没开张，荔枝刚要开张不要了，换草莓了，哈巴干卖一秤，干，今天晚点干到凌晨2点，准时准点2点。这大哥之前买草莓的时候吧，谁挑也正常，你别摁他。那荔枝我给打开箱了，咔咔搁手摁呢，就跟那个盘那个核桃似的，盘核桃也不摁呢，转圈啊，他上给你摁，摁完之后往里一扔，那挑半天，挑完之后也不要了，那不要也没招啊，还行呢，换草莓呢，就一扔这一撇不要了，你说你有啥招？也啥招没有，行啊，能买就行啊。哎呀妈呀，今天哈尔滨真热呀，我真感觉到热了，早晨。出完早市在龙园吃完饭中午了，在车里面睡一觉，哎呀妈，睡得满头大汗。4点多咱都才到卖场，5点多才摆上摊儿。哎呀妈呀，给我干的迷迷瞪瞪的。挑一盒，挑哪盒？这盒啊？我上去看看啊。27.8块行吗？27什么？27.8块。27行吗？行。哎呀，整个粑粑干吧。卖水果就得是挑便宜的，还得挑要坏的吃。哎妈，真甜的，挠挠的。哎，说这盒啊，30.07元给你，我开张了。哎呀妈，这大樱桃开张了。行了，挺贵的。啊？没有钱。81斤是160。啊？公斤秤。这个多少斤？54.4块，54。哎呀妈，这点玩意就54，你敢直接？不是，它来的也贵，阿姨，它好吃啊！你看我这箱子，你往底下扒，一个烂的没有，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了。总共就买这点，就10多个樱桃，50多块钱，也挺贵，我都舍不得吃。放心吧，清洗还行。给我开张，小伙儿，开张了。哎，你看这小伙子，你看人家抓大把抓，刚才大哥一顿捏，捏完没要。干啥呀？南方大哥捏完之后换草莓了。大概分一个啊，35.5块，这个你看它小，
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嘎嘎甜，一个烂的没有。来一箱。今天拿的水果，不对，准确的说应该是高端的水果，都开张了啊！啊，不对，还差那个盒的樱桃没开张，荔枝、蓝莓、樱桃都开张了，荔枝没尝呢，尝一个这个吧，要坏的吧，这玩意要坏了，尝一个。卖水果还能不吃水果？说大了，有那条件。哇，真好吃！我吃荔枝控制不住啊，这玩意吃的话一箱都能干的。嗯，挺好吃，清香味。一箱是一斤，你尝一个，这叫糖豆，你别看它小，但可甜可甜的了，甜吗？我说你小，你就多吃两个就完事了呗，甜呢。别人买可吃，别人买那你就来樱桃呗。好，就要吃了，就要蓝莓。那你就来蓝莓呗，可好吃了。重要是它好吃，你拿大的它不好吃啥用啊？可好吃了这个，哪个？那样价都49。橡胶的，一点味道没有，是福建产的，不是河北的。河北的鞋味儿大。喜欢哪个美女你就试试。穿着嘎嘎舒服，老得劲儿了。这鞋多钱？49，福建产的，不是河北鞋。还能便宜点吗？最低45。这鞋你一夏天穿，你上哪出去玩？你就像这赶五一假期，你上哪出去玩？你穿它去，那老得劲儿了，可不累呀。脚在里面特别放松，而且咱家你看我这地摊上的货，我给你三包，有问题你找我来。质量嘎嘎好，那是双色底的，这是双色底的。啥底？我看那个都是橡胶的。刚才我拿哪吃的那个？你刚才试的是这个。这个反正鞋埋汰了就不呛。啊？我这袋埋汰了就不呛。那拆。啊，那都能拆，这都是我自己给你安上去的，来的时候就是光板来的，这件儿是我自己安的，自己缠的，这都是自己安的、啊、我缠这环缠了多长时间，这还没缠完呢，缠了一下午，样子缠完了，货还没缠呢。能穿你留一双穿吗？合适，好看。我给你45块钱，一点都不贵了，美女。35。啊？35。那肯定不行了，那肯定不行了，你再看一圈吧。没弄大伙儿，一分钱钱一分东西，这是福建的，你要是河北鞋就便宜了，河北鞋20块钱就能下来。这根看看有多少吧，这根没多少，不到2斤。哎呀，24.9。10:30了，冷了，我把帽服穿上，拖鞋不好使啊，就卖一双鞋呀。车厘子卖1秤，不是车厘子，樱桃卖1秤，然后蓝莓卖1箱，荔枝卖2秤，草莓现在出本了，挣了20块钱了，还剩4.5盒，粑粑干卖了3秤吧。今天靠到最后，靠到2点，看什么情况。万达都给靠下班了，没人啊。没人了，刚才万达下班还有点儿，现在人也少，车也少，那边来个烧烤摊儿，这烧烤现在真不缺呀，哈尔滨哪个路口都是溜达串儿。
等会儿啊，归一下零，49.6。这帅哥要完之后又要成箱的了，85一箱，哎，卖了一箱，60，不到65块钱来的吧，挣了21-22块钱，还剩3箱，剩3箱了，这一箱，前面那还有2箱，这盒美女，来这盒。25.2块，25。成箱卖1箱35，你尝尝，小是小点，但是嘎嘎甜。帅哥，你尝了吗？尝了。甜不甜？挺甜，就是小点。你不，你就小点，你多抓一把就完事了呗。可甜可甜的了，这玩意儿。我就冲着甜才上的这个货。19块钱。草莓16。你尝尝那草莓，姐，那个蓝莓，嘎嘎甜，就是小点，但它嘎嘎甜。你尝尝，可甜可甜的了，大的都没有它甜，上下一个烂的没有。35一箱，一箱一斤。来草莓没你？来，来一盒吧，一盒没多钱。给我称一斤就行。称一斤呢？一盒多钱？你要哪盒？我先我给你上秤量一下子吧，这玩意能放住，新鲜。不，你就称一斤就行。那你往这里挑吧，没你，你往这里拿吧。多少个？差不多。十多个。15-16个吧，得有。那纸不去了。一个烂的没有。纸你放了也行，美女，省着硌。那纸它也不占秤。吃了了。没钱给我扫了，姐子。还有呢？啊，没扫呢。好，一起扫。多少？18块钱。18，35。对，53。我这秤不是应该的，就是没事儿。挺准。那必须准。你看啥？挺准，准吗？准。要哪个姐？25.6，荔枝净手，这一箱75进的，这么卖，才挣26块钱呢。4斤8两果，他说，他不到4斤8两，才卖25，不算了，反正挣20多块钱，挣26块钱。挣了26元子，我们要哪盒？我上次给量一下，就这两盒都拿得了呗。不要那么多，来一盒啊，来这盒。就感觉这个红的多，来这个。来这个，来这个，我给你上秤啊。25.9。行，没事。你给我25，盒7毛钱，我给你去9毛，不行吗？行，咋不行？回忆漫漫长如花开花落，你伤心有多难过，激起那未燃尽的火，看一杯夕阳爬上明天，管你在远方还要去做，朋友别想太多，生活只是走向一首歌，总有悲欢离合，起起又落落，那些难忘记忆在心里无法割舍，把概念我想陪着你度过。哎，还行，不累也不困，因为下午睡觉了，睡一下午觉挺解乏。草莓净手了，草莓挣了160块钱，10箱草莓。然后那个荔枝挣了26，186，卖一双鞋挣20，206。然后那个车厘子不是车厘子，现在又车厘子。那个樱桃跟那个什么蓝莓，那就不算挣的了，因为你还没卖完呢，所以说就不算挣的了。这个时间点咱回家也不困，我就直接上龙园上货去啊。哎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，看我微信收多少钱，151，哎不对呀，
一百五十一不对劲儿啊，他咋能收一百五十一呢？十箱草莓，我现金没收，收几十块钱，一百五十一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，现在是属于是第二天早晨了，我说的呢，我看一愣一愣的。现在是属于第二天早上了，现在不是一点二十多了吗？咱那个收那钱在十二点之前呢。哎呀妈，这么个账，给我整懵了，我寻思我这草莓都没了，钱没看着。哎呀妈呀，这么个账啊，这么个账，一下就精神了，吓一激灵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得去上龙园了啊，导航一下子，上龙园取货去，直接取货去。然后取完货之后呢，早市这两天咱也不出。然后白天就睡觉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晚上多靠一会儿，白天太晒了，明天白天27度，你中午白草莓晒稀囊的，是不是？从这儿走是7.8公里，合适。你要回家的情况下再从家来，明天又20多公里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